是。好，主持人好可爱，大家看有没有电晕了？现在有没有晕的感觉？有没有？现在安东有没有晕的感觉？有没有？大家都知道，是啊，是啊，真的。看我们的，在我们试安，等一下，我今天要给我们唱很多首歌，而且是现场唱的哈。好，好，马上，马上，好，马上，马上。反正我们呢，在让你唱歌之前呢，我们这里有两个问题想要问你哦。好。我觉得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参加 Handwork 的这个活动，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 fashion， 很喜欢服饰，然后我觉得就是 Handwork 刚好就是一个很忠于自我的一个表现的品牌，也是忠于原创的一个品牌。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一个个性，因为像我的歌曲像势在必行，我一直希望说可以跟大家说，只要你有梦想，一定要从心里出发，做出你喜欢的事情，不管别人眼光是怎么样，因为到最后呢，就是你要对得起自己。所以我觉得 Handwork 今天这个感觉，其实跟我的个性还蛮像的。真的，所以你对于我们今天有一个 slogan， 这个是有没有？台湾自创品牌，革命吧！这一个 slogan， 你非常的有认同感吗？是。所以呢，就像我们的诗安一样，我们这个自创品牌呢，走出我们自己台湾的一个品牌。所以我们现场呢，要不要给他支持一下？谢谢。好，那大家已经都等不及了哈。那我们的诗安是不是现在？哇，他看着我，我突然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我也知道下面的人突然想杀我，突然站他站得这么近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真的很快，我们诗安也会来跟我们做一个签名。但是呢，我大家先想要听我们诗安唱。今天呢，在现场也为我们先带来，听说先带来两首耶，听说。好，好事要成双嘛，对不对？第一首歌就唱专辑的主打歌《心动》好了。那这首歌，谢谢。这首歌其实特别要感谢所有台湾的朋友们，因为我去年年底发行了《天王迷你》专辑之后呢，很多台湾的朋友们透过微博还有 Facebook， 就是跟我说，是啊，我真的喜欢天后，你可不可以再唱多一点像天后一样的歌？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碰到了工作上的问题，所以我没办法来台湾，我只能透过网络跟大家就是联系这样子。那我当时就透过网络说，好，我答应你们一定会唱像天后一样的歌。所以今年呢，全新的个人专辑的主打也选择了就是延续的天后的这个抒情主打、抒情摇滚曲风的歌曲，叫《心动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哦，好棒哦！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赶快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赶快先，你先。